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让我协助你把梦想变成现实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回答我们家庭成员中的优希问我的一个问题。优希说：“嗨，燕，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计划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会因为别人想要我做别的事，就忽略了我自己的行程。我是一个不喜欢对别人说不的人，请问我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”嗨，优希，谢谢你的提问。其实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呢，其实每个人都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因为你会觉得说不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，所以你就不喜欢说那个字。但是你要问一下自己，你自己的事情有多重要？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，你可以 follow 我这下面几点来练习练习哦。第一点，不想要说不就不要说不。如果你觉得说不这个字不好的话，那你可以不用说啊，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应付它。例如说，你的同学要你去百货公司逛逛，但是你手上就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你可以跟他说：“好啊，我可以跟你去，但是你可以等到我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再跟你去吗？”如果他是你的朋友的话，我觉得他会体谅你。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说：“我真的好想去哦，但是我妈妈刚叫我做一堆事情，如果没有在今天做完呢，她就会处罚我。”这样子的，类似这样子的谎话。但是呢，开头要先这样跟他讲说：“我真的好想去哦。”就让他感觉到你真的很想去，但是只是你不能去。这样子虽然是说谎，但是其实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。如果我是你的朋友呢，我会尊重你的选择。第二点，转换注意力。举例说，小明现在约你去打球，但是你想说不，你应该要怎么样呢？比如说小明突然来找你说：“欸，你要不要去打球？”你就这样回他说：“好啊，欸，你刚刚上课有没有听到老师讲那个字啊？真的好好笑啊。”然后小明呢就会开始跟你聊起那个话题，你就想尽方法聊起另外一个话题。然后当那个话题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办法慢慢慢慢的退开那个情况。这样呢，你的朋友呢就反应不过来，他就不会继续要你去打球了。我会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我认识的人，如果有的话呢，我就会跟我现在正在讲话的人说：“欸，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，我去跟那个谁讲一下话，讲完我回来再跟你继续聊。”对，然后我就走，之后我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最后一点，就练习说不啊。我知道这很困难，但是你要练习一下。我知道第一次会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因为第一步呢总是比较难踏出去，但是如果你踏出第一步之后，第二第三步呢就会越来越容易。这一点呢请你相信我，因为呢我自己也踏出了很多个第一步，所以我知道那个感觉。第一步真的很难踏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踏出第一步呢，第二第三步真的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可怕了。我知道你不想伤害你朋友的感情，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有重要事情要做呢，我相信你的朋友会了解你的。如果呢他们知道你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但是他们还是不放过你，那么你就去找新的朋友吧。我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，如果有的话请给我一个赞哦，然后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五都有新的影片，然后在下面留言或是私讯我啊，尽量留言了，让更多人知道有人在留言，不然他们看我的影片了，他们觉得哦没有人在留言，那我不要留言好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影片或是你不喜欢我，不要看我 ，OK， 拜。